DD 答辩圈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打铃。哇，今天来到我们的第二集恐怖箱子。对，已经是第二集了，而且今天这个呢，我们是为等一下的嘉宾呢量身定做的。是，来，我们有请我们的大神 Vick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神。我是 Vicky。近期的日子好像清明节，为什么我们戴这个是那么？哦，因为我们要玩恐怖开箱，我们没有眼罩，我们用这个来戴眼罩，直接盖下来就戴完下来。在我们第一集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影片下方就有收到一个人的留言，就是大神的留言，是他想要玩，所以呢，他自己忘记了，我不敢摸，对，这个我敢敢摸下去，我们准备了一些你会紧张的东西给你，没有的，这些东西会不会弄到我们受伤呢？不会，不会，我们是绝对安全。好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开始吧。可以，耶！现在我们就先给大神还有 Mickey 放东西，然后我们猜。就要蒙，我们叫蒙眼睛，因为我们不敢看到是什么。来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女生是戴这个帽子，然后男生是蒙眼吗？因为男生头比较大，戴不上这个帽子。好，好，好，确定吗？确定。我相信他们准备的东西不会很恐怖。Round 1。现在我们放了我们第一样东西。OK， 来，我们第一个摸的是谁？玲玲，她是 Lady First。你这个怎么就不行的？所以我们现在好就是一样咯，规则是我们其中一个摸不出就放下一个摸噻。小心哦，它是会动的，会动的。哎，有盘，喂，怎么雷？很激动哎！不要看啊！不要看啊！第一样是面，第二样有可能是……声音很奇怪，根本就没有声音。可以来开始。我不要。你feel到什么东西？黏黏丝丝，便便高高。有人在你操作。暖暖，他死了你。暖暖，他死了你。你试看可以拉扯吗？耶！什么哎？不要让你动！这什么史莱姆啊？我摸看。它耶！啊！什么来的？史莱姆，我猜史莱姆。谁？来，当你。它一飞，那是史莱姆，史莱姆那一飞啊！史莱姆会飞耶！我说是史莱姆哎。史莱姆肯定100%，这是另类的史莱姆，叫棉花沙。棉花沙，他永远玩不坏，玩不坏，哇，玩不坏耶，棉花沙哎，是这个好玩呢。OK， 来，我们来，我们最终最恐怖吧，最简单的东西。你们第一个、第二个都没有危险性，也没有什么嘞。我们没有玩危险性啊，所以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们嘞。我们给你真的是完全是没有人吃啊，没吃啊，太菜了，太菜了，真的。祝你不要转大一点吧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们很胆小，我觉得是我是真的很胆小啊。那我们现在拿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在柳林家下面的操场那边拿的。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吓到他们。怎么办？好没必要。你们想下面只有下面可以抓。你们想象不到啊！我来保护你，我来摸先。请你摸先啦。我心脏跳很快。它是有点大只的，所以你们小心点。永远的。来，它会有一点点小动作。我们是不会靠近你们，不用怕。我们。什么感觉？这个盒子太大了，它小胳膊一条线。摸好。我这里还没有摸东西。等一下，还有最重。啊，最重。喂。刚刚还一半没有。我没有，一很粗很大的感觉。
真没有中。虫虫答对了一半。什么虫？你不要！你搞的那感觉，有人在那边是。我们没有操作，我们真的没有操作。摸好了，他走去角落头了。我可以放弃啊。可以，你们可以放弃。我放弃，我放弃。我也要放弃，可以吗？屌逼！这是什么来的？你们每次网上看到了。啊，我看到了。说他们拿到的分数是2分。跟你讲，我们玩的东西啊，我们人一定要摸到了才可以喊放弃，觉得太恶心就放弃。OK 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你看眼睛啊，全部都是你先。怎么会这样？因为你是男生先。怎么出来了？有他们叫哎，我觉得他们是要骗我们的。啊！其实。对对对 Miki 摸他好像不会动了，不会动，跟水面不是，他不会动了，但是我看到他很冷，摇一下，不是 Miki 来摸 Miki 来摸 Miki 你要试看，他是你的发子耶，我你不要摸那个神鱼 Miki 来摸 Miki 来摸投降啊，他们已经投降了，好像我们投降了，我们你看他们摸到已经是啊，现在第二关我们马上开始 Round 2 来 okay, 可以开始啊，随时随地我听到九零喊我知道一定是要搞错东西，要让他会我多大的小兄弟，然后他很会跳，其实我不会跳的是个青蛙。今天呢？那么多分钟，我看不你妈的，说。大广告词。OK， 你们这对情侣，不要跟你们做朋友了。你先讲什么？我大打了两次了，你大打一次。相信我们最后一次。你的姐姐没有害过你了。来来，没害过你的啦。哥哥，如果我骗你的话，我头发直接断到完。这是你最亲密的东西。对。你也是你最亲爱的东西。我哪里？他是不会动的，真的是不会动啊。他在发抖啊，他的手超抖了。我很确定是大神会怕的东西，真的没？你看又来，但是又是 Miki 最爱的我。
因为他真的是死的哦，死的，他是死的。他以前有生命，现在其实也是有，可是已经不一样了。就在可恶。他以前有生命，可是已经成为过去了。对，啊，我听不懂在讲什么，完全不懂在讲什么。感受。就跌在后面了。对。走走。哦。给米弟猜一下。OK。你应该知道了。有没有东西的？夸张哎。突然中我。不是我开心。相框嘿。对相框。对相框。OK 是相框，可是里面是什么东西呢？照片啊。就是相框啊。对。相框都是一个 baby 的照片。对对对，就是我要讲的。baby 好啊好啊。 OK 我们来揭晓答案。我们要错了吗？你们要错。别错了，五年前的自己。哇，以前的大神跟现在的大神，你们很有心哦。妈的，你们竟然拿我上面洗出来，这就送给你了啦。我很帅，这个男的都是我讲不讲 baby 讲很帅了啦。哎呦，耶耶，我们的最终赢家 Miki 大神。自己的嘉宾真不行，自己说要玩最怕的玩家，谁才要玩的？耶，我们又赢了呀。 OK 啦，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，还有记得要分享，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订阅大神，订阅 Miki， 还有我们的频道，然后呢记得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一有新影片呢就会第一个时间收到通知哦。铃铛门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他们跟青蛙一起跳出去了。心已累了。他们现在在把这些鱼啊放生。这些鱼啊真正是被人家买去喂那种大鱼的，青蛙也是做鱼饵，所以我们这个叫救他一命。OK， 我们还他一下子，我们还他一个自由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，他为了放生他们不顾一切。啊，还活住了，真的是活着了。去吧，宝贝。OK。OK 啊，我不是很感动啊哈，所以我这样子。哦。啊，我们跳出来啊。OK。全部在板上面。大功告成。拜拜。大功告成。Let's go。Let's go。